但此刻他很不服气干，我是推荐软妹换，平时啊老自己做任务也不太好啊，于是今天带粉丝一起，那既然是带粉丝也不能太为难粉丝了，我们就挑战让粉丝空手吃鸡好了。其实啊换句话说就是粉丝不能拿枪，我来保护他带他吃鸡，粉丝跟我讨好啊，看看是哪个幸运儿参与本次演出啊。同时也祝所有的大家中秋节快乐啊，假期马上就要来了，坚持住啊，如果这次挑战成功就帮忙点个关注吧，说不定下次视频中出现的就是你了。由于粉丝不能拿枪，要选个方便他狗的地图啊，那就选雨林吧，得选个好的地方也很重要啊，不然让队友落地成盒就不好了。你看这个地方距离航线又远，房子又多，看起来非常适合让没枪的队友狗啊，那就跳这里吧。我此话一出啊，队友当场就掉了头啊，因为是大晚上，粉丝可能怕他妈拿着擀面杖过来找他，也没敢开麦，给任务啊又加了不少难度啊，只能让他有危险的时候给我发发信号，咱也不知道他去了哪，那只能相信他了，等我把天堂岛都解决掉就去找他。楼上有声音，没人，不对啊，我们再等一下，你的伞跳的有水平啊，下面还有人，门外有声音，小心，他还有队友，我们从侧面观察一下，他来了，先观察一下，有两个，干到一个，该你了，这楼梯救了你一命啊，我们上，还有脚步声，接到的第一个也不见了，保险起见，我们回观察点，这是召回模式啊，他们应该还会回来捡队友的身份证，队友此时还是蛮喜啊，感觉狗的还可以啊，可惜不在我的身边啊，没法让他多出出镜了，他们来了肯定马上就要捡身份证了，顺便含了一舔盒，搞不定，天堂岛应该是没人了，整个村儿都是我的了，可惜队友不在，不能跟他分享了。此时我突然意识到队友的血量居然已经到了半血以下，难道遇敌了，我急忙问他情况如何，而他还告诉我摔的，你是玩后空翻头着急了吗，摔掉这么多血啊，之后我才意识到他貌似一开局就飞到了海上，没人上得去的很高的大柱子上，可以啊，很有想法，我喜欢，打扫了一下战场，我骑着摩托去接他，而他此时啊居然连个头都没有啊，真是太惨了，对，是他不是他，别看这一身萌哒哒的，这可是个汉子啊，前方有危险，前方有危险，队友连续两个前方有危险，开始我还以为是乱点了，没多注意，然后我又掉头冲了回去啊，主要是怕不等敌人把队友搞死啊，我一会儿飞车就要把他甩出去了，刚刚他已经摔到过一次头了，万一再摔一次，摔傻了再讹上我就完蛋了，同时他也终于从附近的盒子找到了一只寒酸的摩托车头盔啊，这要是一开始跟我跳度假村可多好啊，还不等我开车带他走，他就自己开车跑了，看来是觉得我这次挑战太轻松了，要给我增加一点难度啊，这车技看上去貌似比我好啊，算了，追也追不上了，强扭的瓜也不甜，随他去吧，我们喝个饮料之后可算是追上他了，在他赶往下个房区，前面有车小心了，我让他隐秘好，自己一马当先先闯进房内，听到了外面发动机的声音，好像车胎打滑了，而队友，我打死你个龟孙，冷静冷静，我来，敌人在境内开车，但是貌似车出了点问题啊，动弹不得，真是太惨了，该撤了，下个目的地三号营地就这里吧，在圈中央，前能打营地，后能来牵头啊，队友来到隔壁，身为一名贴身保镖，我当然不能放他一个人，于是也来到这边，而队友显然可能是属猴啊，并不像隔在屋中，而在外面活蹦乱跳，感觉他迟早要出事，我刚到屋中就发现了山上来了敌人，我急忙喊他回来，而他完全没有要回来的意思啊，反而还非常兴奋地冲了上去，兄弟你没枪啊，你比我还猛啊，没办法我们也冲，他已经掏出了苹果开始摩拳擦掌了，要在他冲上去之前把别人干掉，大哥你是真的猛啊，下面还有人，第二个好像只打中两枪就倒了，看来之前就已经被队友给打残了，不得不说斗宗胜者恐怖如斯啊，实在吓熟了，这队友也太猛了，这要是早生在几年的铜锣湾能活着长大也是个大哥，标记了击败敌人的箱子，队友标记盒子里有 AWM， 我就不拿了，万一遭遇一支四人满编队，只有一把步枪可有点难办啊，接下来我就要去清理营地了，先把队友安顿好，让他先来，房子狗好，哎我队友呢，小伙子有一手啊，那看来不用担心了，我们上，回头检查一下，很好还苟着呢，不过感觉那个地方也不是很安全，隔壁就有声音，就在对面二楼，先给你一颗雷尝尝，好像没吃到，但他貌似循着香味发现我了，又到了拼手速环节，
搞定。标记了一处地点。哇，你眼神挺好使啊，这么大老远还标记得这么准，真的是个人才啊。貌似就他自己，这都绝代圈了，就别绝技求饶了，早杀你晚杀你不都是要杀你啊。按照逻辑来说，他的队友应该还在这一片才对，要继续小心啊。队友也是终于闲不住跑了过来啊，貌似是发现敌人了。轮到他老楼，果然听到了敌人的脚步声，粉丝队友一马当先抛了一引人啊。敌人的位置还不确定，我想趁机观察下后方，但显然队友比我还着急啊，甚至还有种怕我抢人头的感觉啊。二话不说就冲了下去，发现了，果然没有三角握把的 M4 啊，还是左右晃得有点厉害啊。前方有危险。已经没有危险了。前方有危险。我觉得你不去利比亚开自爆卡车啊，真是屈才了呀。上面还有一个，这都没到，这边就先不管了，不然他又要端锅冲上去了。及早，那应该是前后各一个了。屋内有声音，该猛男出场了。前方有危险。你不是我见过最会玩的，但你一定是我见过最会打标记的。他出去了，敌人消失。问敌人为什么会脚步消失，他此时在干嘛，十有八九在扶人啊，这还是稳手。声音貌似就在树后，听到了，这是扶人的声音啊，我们上。队友也提出冲了上去，可惜他的 BGM 还没开始啊就已经结束了。营地的敌人貌似被强搞的火生生被毒死了，任务顺利完成，粉丝憋了一局了，可算是得了胜了。看到他这么猛，我有了一个骚想法，下次要让他带我出去试试。最后别忘了关注啊，我是迷幻，我们下期再见。